陆林，醒醒！陆林，你明天可以去预定那个地方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完成预定目标了啊！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！谢谢你，江一成。 留下一个印记，让你记得我永远在你身边。现在还紧张吗？没关系。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沙龙分享人，陆离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，女生到底适不适合做程序员？哎，不是关于游戏的吗？怎么变成程序员了？是不是聊错时间了？那我们先走吧。走吧。